叫赵忠，我现在是在麻曲的草原上，这是一片我非常熟悉的草原。十几年来，我和志愿者一次次地来到这片草原，见证了这片草原的变化。我和我的伙伴们也尽我们所能给这片草原带来一些改善，保护草原的生态环境，给这边的牧民带来一些生计的提升。我们是从2010年的时候到阿万仓，和一个只有8户人的小社区来共同做一些事情，希望能改善草场的质量。我们通过方方面面的调查，也咨询了商业方面的专家，还专门请了美国的 MBA 团队给我们做了商业计划，最终是确定在阿万仓发展生态旅游，以生态旅游作为替代生计，来减少草场上留养树木，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。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带了3-4批的客人，大多数是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到草原上来，带他们认识草原，感受草原的美丽，建立孩子跟自然、跟草原直接的连接，同时也教会他们关于野生动物、关于野花野草的知识，给他们进行一些科学的培训，让他们像小科学家一样在草场上调查草原的生态环境，观察野生动物，寻找草原上的水源。通过这些活动，一方面让牧民提高收入，减少对牛羊的依赖，减少草场的压力，另一方面对外面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，可以认识到我们美丽的自然，也更多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中投入到关注自然、保护自然的行为中。现在这个社区基本具备了接待游客、对游客进行生态讲解和生态导赏的能力。做事情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坚持，我们会长期跟进这个项目，让更多的游客到社区里面来，希望未来也会有更多其他的社区加入生态旅游，通过生态旅游发展替代生计，在更大范围内减少留养树木，减少草场压力，最终实现草原的保护。